那转完了，我们今天可以收场了啊。好，停了，终于停了。来，有请陈大姐。大家好，主持人好。你是今天准备转到我们收工为止？是的，我能连续写个十多个小时。十多个小时。对。有没有谁敢来比拼一下？你敢？来来来。70后的身体可以吗？我本来以为上来挑战都是90后呢。您不觉得我看上去跟90后也差不多吗？我见过很多人。没见过我们这么自恋的人是吧？应该说是自信啊，可以开始。走直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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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吧？来，我扶着你，我扶着你。谢谢。你敢于上来接受挑战，比他们强，好吧？你现在回得了舞台吗？来，好，他转的还可以吧？哎呀，我觉得还是差一点点，还是差一点点。对，您知道您今天来是干什么的？导演和我说是来表演的。来表演。对呀、啊，大家说好不好呢？这是小时候最健康的锻炼身体的一种方法。转圈可以健身？对，你看我以前呢腰腿啊都有毛病，就是我一有时间，除了做家务的时候，我就是转，不停的在转，越转越想转，转起来了心情又好，身体又好。我就坚持这样练。你不晕吗？不晕，一点都不晕。天生的吗？这种的天赋还是后生呢自己练的呀？天生的，转着不晕，后来就是加上自己的锻炼，就是做一些才艺。哇塞，佩服佩服。但这肯定是有天赋的，一般人再怎么练也转不到十几个小时。是，要不然早晕了。十几个小时不是晕的问题，是体力透支的问题。你别说，就他，就你们90后，你就不是转十几个小时，你就站着十几个小时也不行了，对吧？你这十多个小时能转多少圈算过吗？一分钟最慢我也能转六七十圈，最快就是90来圈，最快的时候。别转了，你不晕我晕。那你应该拿吉尼斯世界纪录。我已经拿到了。你已经拿到了。对。中国海上挑战吉尼斯，60秒时间，身体旋转，用线穿针6根。我更厉害的就是在旋转中剪纸穿针。今天邀请你们来，其实不是让你来表演。是吗？对，你看一下我们的节目名称叫什么？男女告白 啊，那是你告白还是别人告白呢？总而言之，与你有关。您今年贵庚啊？48。48？对。有人向您告白？不可能。有什么不可能的？你想不想见？我觉得，而且我是有家庭的，还有2个儿子，我很爱我的老公，很爱这个家呀。人家没想要拆散你的家庭。我看你这个样子好像是。我很猥琐。不，没有人想拆散你的家庭。哎呦，我们这儿告白啊，不一定是你有情我有意的那种，这个男女朋友交往的告白，也有其他方面的告白。那是一种心愿，但也不排除是对你有意的。有意就不行啊！我可是不喜欢有家庭人喜欢别人呐。我很欣赏这一点啊！但无论如何，他既然来到了这儿，你是不是应该看一看？那也行，看就看一看吧，或者说清楚，不要耽搁人家，是吧？想的挺远的啊！他不知道谁耽搁谁呢。